表现非常的神勇。一坏球之后，这一棒打穿了中间防线，又是一支安打。王威成连续第五场比赛有安打了，可怕！三场比赛还没打完，已经打了八支安打了。这一球咬得蛮扎实的，在中右半边落地形成了安打。王威成现在通过二垒选择停下来哦。不过今天这个场地的积水情形其实就比昨天要来得更明显了。主力野手其实到目前为止也都累积了超过五十场的出赛了。这个球咬得扎实，穿越左边防线形成了安打。三垒上王威成要回来，二垒上陈文杰要回来得分也不成问题。詹子贤在一局上半为中英兄弟建功，两分打点进账，这个赛季的打点数来到了四十分了。选球有耐性，我再加上逮到一个比较在高位置的狮头球，大概在腰带的附近哦。由于速度不够快，如果你当然速度够快，有办法压制到打者；速度不够快的话，原则上对打者就是一些比较好攻击的机会。对，过了许基宏这一关，但是刘廷威并没有躲过詹子贤的狙击啊。这个球就算高国辉第一时间就捡到，我觉得要抓陈文杰可能也蛮困难。那第一时间没有拿好，那当然就没有往本垒传的机会。陈江华教练其实第一时间也是给了一好三坏，这个球打到了中右半边。来看一下高国麟这个球，并没有掌握好，最后是漏了出来，这让垒上的詹子贤现在连过三个垒包回来得分。眼看这个半局中线攻势要结束，但是球进去又弹了出来，反而让中信啊再拿一分。这个球蛮有可能会被记个失误的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灯光的影响了。但最后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，好像已经有跑到位了，只不过从最后的接球点来看，手套并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。来看一下最后打在手套，最后是漏了出来，所以手套摆的位置跟球最后想要去接的地方不太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ssion Sister 板金。上半季球赛又